哎呀，我看不懂房屋税单，今天来问税务局，你呢？听说地价税有优惠。原来大家对租税有问题哦，看来要请专家来说明了。不过要一一回答问题，得花不少时间。我知道了。这种情形就要用人工智慧智能客服才能解决啊。好主意。可以可以，需要的工具我们都有哦。我先设定参数，确保不会失误。设定条件要亲切，语气和善，有活力。当然一定要够专业，充足的租税知识能够清楚告诉大家国税地方税的各项规定，这样才能帮助大家。还要能够方便联络，万一国民需要立即的帮助才能马上协助。智能客服设定完毕。这样子就能轻松又快速帮大家解决租税问题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专属的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丹尼，有任何税务的问题都可以问我哦。我还可以处理协调税捐争议，接受申诉，接受陈情，行政救济咨询。糟糕，需要协助的国民这么多，光靠一个丹尼应该不够吧？那还不简单，让各县市税务局及各区国税局都有丹尼分身就好啦。这样大家请教纳保官就更方便。我们快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。解决租税问题不用那么辛苦排队哦，只要找人工智能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丹尼就好。无论是不懂的租税问题，还是需要沟通协调、申诉陈情或行政救济咨询，丹尼都可以协助大家。太好了，真是贴心，租税英雄真厉害啊。如何找到纳保官丹尼呢？如果需要我帮忙，可以透过书面、电话或线上申请，我就会出现帮大家了。大家请看，除了丹尼，财政部税务入口网也可以帮助大家，还可在节税秘籍专区知道如何节税，大家跟着做就能省钱呢。太好了，有纳保官丹尼和财政部网站，以后就很方便。